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即将在5月22日于瑞士日内瓦举行，但台湾至今尚未收到邀请函。卫福部部长陈时中20号出席立法院时表示，目前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积极进行中，也有请外交部以及 NGO 团体与国外积极联系，就算最后仍没有受邀，还是会依照备案率团出席。你的邀请函收到了吗？这还没有，还没有收到嘛，那5月20几号就要开会了，到现在还没收到，有没有什么因应的策略？最坏的打算，当然极力的争取，但也做最坏的打算。是最坏的打算，那是怎么办？基本上我们还是延续以往的经验，来处理。